拳皇失误这场高手局啊，谁赢了谁去决赛，这是半决赛阶段啊，强五局强五回合，目前日本的 M 大师拿到了三分，大表哥拿到两分，谁先拿到五分谁晋级决赛啊。温妮莎是大表哥跟 M 大神今天晚上能否晋级决赛或者说夺冠的非常有力的一个角色了，这个角色大家也看到了，只要板边吹飞那么就是啊半血最少。欢迎大家回家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场对决，来对 M 大神的大表哥，加油。喜欢看拳皇的兄弟，咱们第一次刷进来的朋友呢，给主播可以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小伙伴们继续开始啊，加油大表哥，大表哥现在又被关到板边，大表哥飞掉第一颗气源 AB 出来，可惜这个 AB 害得他自己啊又要被对方吹飞了，好，但是对方一套打不死他，还要再组织一套连击，完了这套真的是要了老命了。太强了，光看卡的朋友，你们点击直播间下方的三个点啊，切换到蓝光啊，切换到蓝光，M 大师表哥下盘再次失手，哇不好了，对方直接消耗了一颗气啊，一气打招，大表哥只能靠特威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特威哎呀不如他的拉尔夫厉害，你们觉得呢朋友们，大表哥应该说目前可能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角色吧，是吧，没了没了 ，M 大师强到这点局了，年少机会来了，你这个毒奶呀，年少啊，原来是被你奶的呀，他们整天说我是毒奶，你才是真正的毒奶呀，啊 ，M 大师拿到了赛点局了，拿到了赛点了，加油，大表哥，一踢啊，加油啊，兄弟。加油，我们来看看 M 大师，大家觉得接下来这一把谁能赢，是大表哥能赢还是 M 大师能赢，现在20多岁谁玩格斗游戏啊，还是有啊，有少啊， M 大师赢啊，年少你把灯牌点亮，兄弟啊，你灯牌都灭了，雷少啊，绝代小孩 M 大师啊，好，只要保住温妮莎
就有可能。好，但现在大表哥血量要占一点以微弱的优势。好，压制他，大表哥稳住啊。好的，跳飞压制，冲下盘，对方防住。M 大师也是玩温蒂莎的，对于他的套路非常熟悉了。我操，没了！这里对方肯定要上龙虎乱舞了，不用龙虎乱舞是打不掉这么多的血量了。有被 K。我靠，大表哥是想穿波来的，但这个距离真远呐，兄弟，想法很美满，现实很骨感。那么 M 大师就是要立回他，你看，不动，贝迪直接把波取消，一个八号摇拳，我的天，又来了。哥，不敢跳了。下盘再次失手，大表哥够呛了。大表哥现在已经开始摇头了啊，不行了。他也明白自己的心气儿啊，那个劲儿啊，已经是没了。对方是一挑三的局面了。哎，慢身跳跳飞机压制，反面吃压制下盘都招了，一眼的螺旋皮又加满一个气了，这里还要打一套，表哥稳住啊！我靠，飞机打扛追加升龙，好，反翻来大表哥。冲破，对方后 AB 回避，但是大表哥成压制他的起身啊，用了一个战青腿堵他一个起身。那现在大表哥非常被动啊，对面两管满血啊，他这里只剩下不到三个的血量。完了，对方用一个凉气大招，不用连大招都整了。表哥要去争夺第三名了。